各位同学大家好，欢迎收看 FCU Easy Test 的解题。目前解说的部分是阅读测验第一回 Part 5 Incomplete Sentence 的第33题。那这第33题其实它的重点是两句哦，两句中间第一句跟第二句中间应该有个连接词，应该有个连接词，但是这两个句子中间有连接词吗？并没有，所以第二个子句这边我们要改成分词构句，也就是选 each having its own budget， 把它改成现在分词的分词构句，就会是一个正确的句型。以上为本题讲解，谢谢。